这是二楼的 warehouse 来着哈、哦，你看它的风景也是很不错。然后再往出来，这是这个 office 的 open concept office， 在这边。风景很美，有地住宅那边。那这是这边也是他的 warehouse。 OK， 现在我们去二楼，我们去楼下哈，看看他楼下的 office。 这整间 office 是2141方尺。风景很美哦。你和石龙江河，来，我下来。OK， 好，来，你看它的这个是办公室，这个是储藏间，这边有个厕所，餐区，餐饮的地方，这储藏间。这个楼下也是全部装满 Force 音，好像那个防火的。门口两个可以放 24 container 的一个停车位、哦。然后这边呢，还有一个办公室。他如果把前面这个 roller shutter 关掉以后，人家还是可以从这边进来，一个门大门这样进来，然后到这边有一个 reception area。然后这里办公室可以放四五个员工，这边也是啊，meeting area，这是个 director room。风景也是很美。OK， 现在我们这样走出去，看这边就有一个另外一个门，哎，我不会开。你们那边我。